高雄区农业改良场建厂百周年厂庆典礼，典礼开始，鸣炮。
像台湾大量米的改良，在这二十年之间，在就是1922年台湾红改稻栽培以前，这个台湾大量米的改良在我们屏东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因为它引进了布鲁根米，这个在过去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量米。那后来就从事这个稻作改良方面的工作，另外在豆类研究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这个米作的这个豆类，从大豆、红豆到毛豆。那最近几年，因为这个盈利作物的兴起，那我们业务呢随之调整。所以我们盖头区农业改良馆在过去100年来，我们各位同仁就是不管退休的还有现任的都一直在努力在替我们高屏地区还有澎湖还有高雄市的农民们就是替他们服务。我们虽然不敢讲说我们这个成果非常丰富，但是在我们整个台湾农业发展的这个国际上，应该我们改良厂工作人员留下的成绩，可以这个对整个这个高品地区的农业来讲是有一个大的贡献。所以今天我们庆祝这100周年非常难得的一个日子。那我们非常感谢长官贵宾来莅临庆祝对我们的团庆，希望我们能够将来继续为我们高屏同三个县市的农民来做服务的工作。那最后呢，就敬祝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大家身体健康，也祝我们高雄厂长运昌隆，谢谢各位。长官致辞。我们恭请戴副主委给我们致辞。厂长啊，还有我们啊前任的吴厂长啊，我们那个屏东县政府吴局长哦，还有我们立法院啊，我的以前的同仁啊哈啊，曹伟元曹老师哦，还有我们啊王市长哈啊李岩，还有我们台湾橄榄厂啊的厂长，还有我们这个政务厂长，还有我们的同仁哈啊。啊，各位贵宾啊，各位同仁呢啊，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今天实在是个很好的日子了哈、啊。我刚才在我们高雄县啊，曹公市哈、啊，就是曹公嘛啊，这个164年的诞辰纪念日啊，我刚才在那里啊，现在啊，马上赶到我们高雄。改良在高雄区的改良厂来参加我们改良厂的100周年庆啊，就是100岁的生日啊！啊，本人非常的高兴啊，能够啊代表我们啊本会农委会呢，来到我们高雄区改良厂哦、啊、来参加这个盛典哈啊！本人也借这个机会啊，向各位我们高雄区改良厂。这个厂长，前任的厂长，以及我们的同仁啊，长期的这个辛苦与研究改良啊啊，还有今天这样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改良厂的环境哦，对各位的努力啊啊，我代表们啊本会呢，向各位同仁表示最高的敬意。同时呢啊，我们也知道。100年，
对我们一个人来讲啊，去罢回哈，真的是啊，百岁长命了哈，这个这样一个这么长久的一个过程哈，不论是过去啊到现在，我们高雄区改良场哈，对这个农业的研究与推广方面呢，可以说都有非常辉煌的这个成绩表现。尤其刚才厂长也有提到对这个水稻跟豆类方面这些热带农作物可以说所做的研究 有非常好的这个成绩例如像这个改良场这个粮食米高雄这个139号这个品种到现在可以说是我们中部现在最有名的时尚米这主要栽培的品种。过去高雄厂在早熟水稻方面的这个品种可以说全国来讲可以说也是领先的地位。另外有关豆类作物方面如大豆、红豆还有毛豆这些品种的改良。以及原沈峰的这个栽培技术的研究成果使我们的毛豆这个产业最近几年来让我们赚了很多的外汇，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产业，每年的外汇这个产值达到15亿之多这个可以说贡献良多。还有红豆像我们满丹红豆很出名品质也非常好红豆方面呢，照明高雄改良场高屏地区还有台南地区的米作这个作物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作物那我们这个热带蔬果在目前台湾加入 WTO 之后呢可以说最有具有这个竞争力的一个产业为我们高屏地区这方面可以说我们这个高屏地区占尽这个天时地利和人和的这个优势我们高雄改良场在民国70年代以后开始转型重视热带蔬菜水果花卉的研究十几年来呢我们育种的这个茄子蝙蝠以罗等优良蔬菜的品种以及我们讲的印度枣可以说现在我们燕巢内蒙大热田寮还有阿联这几个乡镇种出来今年跟去年还有前年可以说有很大的收获一公顷可以卖到最低还有120万高最高还有200万所以说这都是我们高雄区改良场一个很傲人的一个成绩都是我们研究出来的另外呢我们这个还有这个江花高雄一号到五号为我们农民提供很好的这个优良的品种所以说这短短几年来这个奋斗大家有这么好的这个成绩我相信在我们高雄改良场的同仁再继续努力下去一定会培养出更好的这个品种以及更开发更好的这个栽培的技术提供我们高屏地区甚至全国农民来使用来栽培这也都是我们高雄改良场长期对我们台湾农业界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在农业推广方面呢我们高雄改良场对这个产销班这个辅导也非常的卖力只要我们农民有问题来请教我们改良场大概都会尽最大能力去帮他们辅导像芒果还有莲雾番石榴还有枣子我们都讲印度枣可能以后我刚副厂长讲说我们是不是改成台湾枣因为花很多这个心力去改造应该是台湾枣台湾枣还有文心兰这些产业的策略联盟我
我们高雄改良及改良厂对这些热带水果的这个外销辅导可以说出了很大的力量。目前这个莲雾还有这个番石榴的外销已经渐渐都有很好的这个成绩出来。另外呢我们屏东地区大概现在木瓜也很多了大概十一月七号我也拜托我们国事我们的张志坚科长还有我们的市长看这方面我到日本去跟他们国会议员来交涉请他们我们已经在木瓜方面有这么好的提议请他们出来我们台湾嘛也要到那个南美洲啦其他很遥远的地方去购买我们一定就有而且我们这个防疫检疫也做得非常好我相信以我们的那个新增的趋势可以把这些果实疫苗这方面全部能够解决能够销到日本增加我们更好的这个外汇我们立法委员组了一个台湾政治精英团然后我就跟他们这个团到日本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成果回来我也希望这样子但是我们最近我们高雄改良厂因为有这样好的表现我们的场地也比较小所以我们在厂长的鼓励之下我们希望能够再买一块地这一块地大概54公顷厂长跟我还有我们同仁一起努力还有我们屏东县政府的合作帮我们很大我们已经解决这块土地54公顷所以让我们可能不久的将来我们高雄区改良厂就会迁到那个地方让这高屏地区的这个农业生产趋势延续我们进入那个地方如果能够招商很多这方面的人员还有我们的技术实验室以及这个设备的更新我相信我们高雄七百二一定会有很好的这个成绩那另外我们县政府在配合我们县政府的努力台湾第一座的农业生物科技园区就坐落在我们屏东县那我们在一起努力我看我们台湾这个农业产业应该会有光明的前程我们也知道农者天下之大人这个以前读书都会讲到这些以农立国我们台湾是海岛型的一个国家过去都受到中国那个大陆文化影响但是台湾应该是一个海岛型国家我们的祖先都有冒险犯难的精神而且在台湾的清明之下让我们这个真的福尔摩沙的免疫之岛在我们农业方面有好的成绩我相信我们台湾这个海岛型国家一定会让人家觉得说如果中国是一个大石头那我们台湾就是一块钻石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台湾就从我们农业来开始我们农业过去的努力到现在在进入21世纪科技文明这个社会呢我们不管怎样我们人类一定要依赖农业来维生另外农业在经济人文生态的功能价值也是科技难以取代的所以这些我们在国家这个永续发展上呢农业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一环那我们政府不能也不会因为说最近很多官员清清楚楚官员都跟他讲说你们的产值不高农业产值不高其实我说你们的算法这样算也不公平农业产值你们都只算说农作物产生出来的这个经济价值其实农业农民农村所创造出来不只是这一点点的经济价值应该包含整个生态整个绿色景观整个水土保留整个这个生态环境这里面都没有算进去
还有一些我们的产品原料啊，经过二级产业的加工食品创造出来，你们都算在工业里面，算在其他行业里面，而没有算在我们农业里面，这样算法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农业不，你们只单单计算我们的农作物的产品，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整个产值不是像你们想的那样子，一点点啊，不到2%啊。所以我希望这样一个观念，不但我们农业界应该本身要去体认到，甚至全国农民啊，也应该去体认到说，农业不用这样一个数字来计算我们农业的产值。我们很多社会的外部效益，这些公共财你们都没有算进去。我们农民创造这么多的氧气，让各位这样呼吸一些的空气啊，让人民不会有生病，降低社会成本的支出，这都是产值哎，你们也没有算进去啊。所以可以这样做法，这样说法，我对很多经济部的官员说你们要重新评估，不要小看我们了。所以我们自己我们借人帮自己要有自信心。那现在我们加入 WTO 之后呢，面对这个国际的竞争我们也希望能够积极在农业方面，尤其生物科技一定要研发。我刚才一路走来的时候，副厂长就问我说，你以你的看法，那我们该怎么做？我说生物科技不重要，我们研发这么东西，我们花了这么多的辛苦的心力，我们的博士这么多，我们国家用这么多经费创造研发出来的产品，我们应该去命名应该去注册，这样子呢，那以后我们的产品出去外国要种了，我们这研发出来的，我们就赚这种 know-how 的钱，赚这种技术经验的钱，只有这样我们虽然是海岛型国家小小，但是我们的农业的前途，如果在生物科技能够掌握得很好的话，我们会创造更多的产值出来而且赚很多的这个外汇，所以我们要朝这方面去努力另外我们台湾的农业可以说不只是这个技术优势我们的地理也有优势还有我们本土特性的优势另外我们加入 WTO 之后，我们有很多台湾的土地还有休耕的土地，这些有地方休闲特色的这些我们未来应该如何来善用这个优势来发展我们这个农业，这是相当重要的。还有在这个资讯化还有输出管理应用方面呢，我们研发出来这些产制除销技术这些配合我们的社区人文生活生态的发展，这个曹老师他对这方面他很认真，我知道他这方面也很认真我们也可以跟地方这些人士县政府还有农业界的先进去结合去做这方面那以后我们培养出来这些优质的这个人力资源再继续加强的话，我相信我们农业的竞争的力气一定会够，会更厚实以后我们这个农业由过去就是从一级的产业，我们甚至提升到食品加工的二级产业，到我们这个休闲的三级的服务业让我们农业不只能够确保我们的粮食安全而且还能提供我们国人新鲜健康以及安全优质的这个农产品而已甚至可以提供广大的绿色的生活景观跟空间来做生态实业，提升我们国人的生活环境所依赖的这个一个优美的一个生活环境。除这个以外呢，我们还要更加宣传我们台湾提升我们台湾国际的这个能见度让世界知道我们台湾在农业方面是很先进的一个国家。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高雄厂今天是100岁的生日，昨天我们就有举办了一个邀请各领域以及专家学者
们昨天也齐聚在这个地来探讨我们亚热带农作物产业研究与发展，最当前啊是热带的生活啊列为台湾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来讲呢哈啊这些题目都是很切实的，也很啊切实，而且极具这个意义。相信啊哈、在各位我们这些农业界的尖端的这个学者专家，还有我们的研究人员啊，提供啊这个宝贵的意见啊，对我们我这个农热带农作物啊的发展啊，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好的这个帮忙。所以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高雄区改良场哈100岁的这个生日啊。可能特地就讲几句心里想要讲的话，跟大家共同来勉励啊，共同来思考。那是我们这个高雄改良场这个场地昌隆啊也祝各位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谢谢各位，谢谢。贵宾请坐。我们要非常感谢副主任对我们很多勉励，尤其要感谢就是我们在现场过程中间，在问土地的这个解决方面，在副主任一直都帮我们高雄县农业改良场来这个跟各部委来沟通，所以我是从心里面非常感谢这个戴副主任，谢谢戴副主任。下面我们恭请立法院常委对我们勉励。戴副主委、市长，两位常长，还有王局长，各位嘉宾，各位在这里流过汗的前辈，一百多位。是流汗的一百年，也是脑力开发的一百年由于我们台湾农民的努力，让我们奠定了傲视全球的一个农业技术，这样的一个智慧我们过去不懂得珍惜，没有把它当做智慧财产权，我们田间技术没有保留让它四处的流窜。我最近到大陆去也去看了很从北京一直到广州的农业的先进技术，他们最高兴的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台湾的技术，所以他们现在最新的口号叫做招商引资，智慧财产的智，特别希望台湾的是这个技术能够过去。所以我们很多的官员，很多的经济部门都像戴副主任所看到的，GDP 不到2%，这么一点点，台湾农业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他们看到我们这是农业它的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的价值，对全球的贡献。我在日本碰到有一位过去他非常鄙视这个生态文化，可是他后来开始种植生态的葡萄之后，他说他以前完全错了，以前他只看到这葡萄这一串葡萄可以卖多少钱，可是现在啊，他自然生态的这个文化之后，他看到真菌，他看到土壤，他看到空气重要，水质重要。他说他是要看到葡萄，不是看到葡萄，是看到全世界整个世界，看到真菌，看到土壤，看到这个土壤以下的结果。他说他现在非常高兴，他之前算的没有成功，但是他生活得非常快乐。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大家对农业有所误会的这些政府官员，很多的对农业不了解的，他希望能够改变市场上的贡献，对生态，对这个人类的贡献，是非常巨大，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计算绿色产品的算法，而不是纯粹用金钱数字算法。那么我们农改厂从过去这样累积的这样一个智慧，如果我们能够继续能够把它保存，这些是非常宝贵的国宝，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完整的保存，我们现在固然是我们的土地的家乡，但是我们的智慧也很好。台湾很小，但是从海平面一直到高山，从热带一直到温带的气候都有，我们在这里是可以做最好的实验场域。所以我相信台湾的智慧，那么将来可以拿下全世界能够大大的发挥。所以今天来很衷心来向大家感谢大家一百年这样的历史累积下来的努力，这样的一个沉淀下来的智慧，希望能够再迈进一百年，一百零年我们有黄金的书画啊！感谢大家，谢谢。谢谢曹立伟给我们的勉励，那他一直对我们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相当的关心，他一直对我们都非常的对关心我们厂里面的工作，所以在这里表示感谢。那下面我们请资源委员的助理，你先跟朱燕给我们讲几句话。对，谢谢资源委员。下面我们是恭请屏东市王市长给我们一句掌声。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代副主任委员立法院曹立伟，还有我们农改厂的林厂长，还有陈吴厂长，我们屏东县议会的李议员，还有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早。今天呢，我们非常的高兴呢，看到坐落在屏东的农业改良厂呢，一百多年的一个厂庆。如果把这个一百多年的厂庆当作一个人的话，也是一个人类。一个人类，一个一百岁的人类，这个人类呢，他所走过的足迹呢，可以说涵盖了我们道高平衡，就是说我们的屏东除了屏东之外，有高雄市、高雄市还有澎湖县。在座的各位，相信没有一百岁的，所以说他的功绩，他走过的足迹，在我们的农村。在我们的田园里面，可以说发挥很大的一个功能，发挥很大的功能。它的足迹是有肥的一个足迹，不肥啊，一见它的样不肥。所以在我们大包平厂的农地的农业非常的发展，非常的发达，我们农村呢也是非常的繁荣的。这是可以说高雄农改厂的功不可没，功不可没。我记得呢，刚才也有几位先进长官呢都讲过了，高雄农改厂的特色就是它的稻谷跟它的大量，这两种农作物呢，可以说过去是荷兰革命时的这个大多样啦。哦，我记我较早细汉的时阵哦，我咧食的饭哦，不是拢即卖第一样，拢差不多一半以上拢含番薯。爱含钱的囡仔哦，巴肚都会拢食到空，所以有改良品了后呢，已研究迄秘出来啊，甚至讲世界的这粮荒的时阵哦，伊有法度能辅导咱的农民来三级稻，那屏东曾经做过三级稻，大家都清楚哦，大家都清楚，所以有这个牛力，阿咱巴肚带吧带吧，这个功劳呢是讲高雄农改厂。在全国来讲是居首位的一个功劳。那再看看我们屏东的那个特产，就是红豆。红豆是属于一种杂粮，这种杂粮呢，不单是咱台湾
而且国际的，为的无咱红，无咱台湾这红豆啊，就是屏东的红豆啊，就是汤味哦，红豆唔食，红豆唔食，大部分那个是优先日本。我们虽然 WTO 已经加入了，市场已经开放，日本他所要求的红豆，外口的红豆，大陆也好，其他国家的红豆，属加咱台湾的收入三分之一尔，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所以呢，因咧一款叫十年光辉的，伊款叫迄生意人就拢去外国进口红豆去啦。啊，但像较早咱咧食番薯饭安喏，啊，南区咱台湾米无，哦，南部咧台湾红豆咧，做成大单，大销一份。所以红豆这产业咧，会使讲伫农业上咧，会帮到非常非常的大。目前咧，啊，都是。真有价值的一个研究，讲是研究吼，咱农改场就是高雄迄高雄区农改场啊，伊个迄款叫研究金，伊个研究员啊，都副研究员都很多讲的，咱潮语讲的，他的智慧啊，都写在我们的农业的历史上，因为你所研究出来的这个成果咧，提出迄个，比如像今年迄个化学品种来滴，农每年拢有滴种。这个大家都是有目共睹，所以说今天很高兴的来参加我们高雄农改场的百周年厂庆，非常非常的高兴。借此机会，我们祝我们高雄农改场的生日快乐，厂运昌隆，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黄继南，我们是。一直都是在一起的工作伙伴，然后黄市长给我们这改良厂很多鞭促，而且给我们很多支持，尤其在这里要表示感谢对苏县长，因为我们县长的土地是苏县长的亲自啊批，所以这个在我们在搞第一场民部啊这个土地奠定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县长都非常这个。支持啊，所以在这里表示很感谢。那下面我们是这个恭请电动车的王市长给我们。行政院农委会代副主委，我们啊林乡长、行政长啊曹义伟啊黄区长李义廉。各位贵宾，各位农业界的先进啊，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啊，来参加我们啊高雄区农业改良场百周年庆。我想，高雄区农业改良场啊，走过一个世纪啊，在我们历任厂长和我们啊工作同仁大家默默耕耘啊这个研究之下啊，事实上给我们啊带啊农业推广。啊，技术改良、产品改良、技术提升啊，我想都有很多的突破啊，跟提升。啊、所以在这边，我们啊，大家也看过他们历年来所落在水车的成果啊，对我们农业带来的一些帮助啊，在这边我们对他们啊这领袖的精神啊，表示最高的敬意。我想高雄区农业改良场也在屏东市啊，过去我们觉得说啊，农业改良场啊在屏东。这一片土地上呢，有些它也是树啊，都市之贵啊，哈、哦，黑衣国王有这个哦，有些他们在这边啊，这样美好的环境啊，能够也平常是一些好、啊、在空气净化方面，我想发挥很大的一个啊效果。而且我们刚才都市会还是曹义伟啊，他们都谈到啊，这个农业城市，我们不止、啊、农业的发展，还是说未来我们对农业啊的关心啊，我想不止在农业城市方面。它在这个生态方面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啊这个价值，我想更胜于啊这个本身的产值。所以农业一定不能贵。我们现在啊加入 WTO 之后，我想很多农友、农村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农业是越来越困难。但是我想只要大家能够啊共同来重视这个课题，我们啊这个改良场这一方面，我想在。未来的事情里面，一定还有更多啊，这个更多对
农业发展模型的一些研究跟成果，一定会给我们农村带来新的崭新的一面。而且我们对农业场啊，因为都是扩张的，造成很好，必须要迁展迁到东南去。那我们对这个地方来说非常怀念。过去我们在，其实我们一直看农改场在屏东市哈，实在是不止它的环境方面哦，这个令人刮目相看啊。在农改场历年这样哦，在这边服务过的厂长也好，在这边啊这个努力过的员工，我想占屏东市啊很大的一个人口比例，他们在这边也都发挥了很好的，给大家一种非常这个敬佩的一个啊，这个人格特质吧哈啊，所以我们觉得说，农改场这个感恩信啊，我们能够来参与啊，大家可以分享大家的喜悦啊，也觉得很高兴。在这边祝你们啊，二零一八年改良场这个成立参谋，大家啊工作啊顺利，能够贵宾啊都有一些新年大家的健康快乐，万事如意。谢谢王市长给我们的能力。王市长跟我是相识很久的朋友，一共一次大陆给我很多这个支持跟关心，所以在这里谢谢王市长。我们说请前面的吴厂长给我们讲几句话。副主任委员、曹立伟、王市长，还有我们的黄局长，平常还有李议员，各位贵宾，各位同事，大家好。今天是100周年，给高雄港100周年的纪念，我心里觉得非常高兴，能够100年的历史不是简单的，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那我们希望大家呢，还再继续的在努力，在奋斗，创造有更新更好的成果。但是我也要请我们的副主任委员、农委会的长官，还有我们的立法委员，全部曹委员，尤其曹委员特别非常关心我们，所以要请他特别来支持我们屏东市、屏东县。就是有长官，还有我们要请他们来配合来支持我们的工作。今天呢，我就是代表大家来向各位长官、各位同仁说一声谢谢，也请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吴厂长，因为我们这个吴厂长在当厂长的时候，我是当秘书，所以带给我很多这个协助和脾气，在这里要表示感谢。李议员说给我们讲几句话，那特别今天李议员是邱主任的这个女婿，其实我们现场开始就是邱县长的时候。他在这边要设一个屏东县的行政中心，所以那个时候只有吴厂长的时候，吴厂长说开始就有县长的这个意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这个地方获得了，那最近才获得这个行政院的同意，所以这个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是非常感谢邱主任，他当时也是这样的。构想在我们现场，所以他有这个后面这个构想，所以这边非常谢谢这个提议。还有我们就继续下一题。本场简介及成果报告。Thank you.
们各位贵宾，那我就利用非常简短的一个时间来跟各位报告我们高雄市农业改良场这一百年来到底是做了什么工作。那我想从这个历程，我们从高雄厂的基础，然后呢高雄厂在高雄比较的工厂一起农业发展发挥的好处，另外在高雄一起农业的环境设计，因为有重要成果跟未来展望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高雄厂的历史刚刚就有提到，这时候我们1903年就是二虎坪农会成立有个水农场，到1923年是高雄做农村建厂，1945年是高雄县农事建厂，那1947年的合并高雄县农事厂林业会所为高雄县农林总厂，到1950年那合并澎湖县的农林总厂为高雄市的农林改良场，那时候有分售农艺、畜牧、林业、水产跟宠物五个科。那1952年是把林务交给林务机关，1960年就改成台湾省高雄市农业改良场，1976年把我们的畜牧科归编为这个台湾省畜产试验所，1999年因为禁止的关系，把林行试验农业委员会名称呢为高雄市农业改良场。另外，在我们1965年成立澎湖农场，那1982年成立西南农场。那我们高雄市农业改良场一百年来，在高屏地区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个人觉得有几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适当的时间就推出适当的渠道。这个品种来供农民栽培，像原始正常时期我们大概以食道这个高产抗病的品种这个为主，那离做发达的时期，那我们是以早熟稻来在50年代左右，那以早熟稻这个来发展，像高雄咸鸭、高雄1412，另外对于多类的品种改良，因为离做发达，所以从大豆毛豆、毛豆这个品种的改良，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才开始。那稻田转作以后呢，或者转型的时期，当然我们是以高品质的肥料这个为主。另外，在毛豆跟红豆外面方面，是以外销的品种为主。另外，我们加强这个园艺作物，像热带的蔬菜、果树、花卉的一个品种改良。另外，在配合制作方面，我们研发新的技术供农民来采用，像在水稻生产时期，我们有外企做地产的改进，那时候在林业加工我们做了这个研究，那当时这个林家刚总统还不会部长部长参观过，刚刚黄市长也提过，我们做了1年3周的实验，这是在屏东县我们这个地址来做。那在学校栽培机械化时期，那个时候我们建立这个栽培力度，因为我们本来是这个7分半跟7分半的栽培力度不适合这个商用机的这个栽培，所以后来我们建这种9乘4分半，这就是这个在机械化时期。因为刚开始疫苗中心成立的时候，我们疫苗的技术这个有很大的问题，都是我们退休的同仁，像孙部长、肖光辉先生他们，那个时候怎么样把这个疫苗的这个病态，还有它的技术给它改进，我们花了很多这个时间。另外，我们在潮州有做了100公顷的这个全程性的这个机械化的示范，所以这个是在水稻栽培机械化时期。我们都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那转型转做的时期，我们是针对水产品的耕作制度，然后多类的成功栽培，然后有机农业的这个生态农业这个部分。另外，在这个时期，我们也这个辅导产销班啊，培育这个新的农民。
所以这个是在转型的事情。在高品地区的农业特性来看，它是有优势的，这个热带农业特性早熟，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因为我们将过去时代一直做收获的时候，是可以调节全省的这个生产部件的这个稻米啊。那另外因为早熟的关系，所以很多农产品它的价格都是很高的，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另外我们秋冬雨做一个很好的气候，那我们在还高品地区来讲，秋冬雨做是我们农民先进作物的一个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比这个第二季中这个收入还要高，所以这是我们在全省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气候环境。那另外就是热带的果树花卉种类这很多，品质很好，所以加入这个 WTO 以后，是我们最具竞争力的产业。我们看看这个图表，这个花卉来讲，像云西南观赏凤梨、地两山，在屏东县都是占第一名。那这个苗圃类，屏东县是占了第二名。糖糖果、玫瑰，尤其是冬季玫瑰，是占了第三名。所以，整个我们屏东县在花卉的产业来讲，是仅次于彰化跟南投，这是一个热带花卉的一个主要产区。果树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占莲雾占的面积是超过90%，是在高品地区。那枣子，这个在全省来讲也大概是87%，芒果是比台南地区很多，是53%左右。那梨子、木瓜、香蕉，这个番石榴、凤梨、椰子，这个占的面积，你看在全省来看，都是相当高的一个比例。所以我们高品地区的热带果树是一个发展很好的一个这个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农业产值很高，在民国90年这个产值来看，农业产值就250亿。占全国的大概10%，渔业产值是占全国20%，畜牧业的产值是占全国的27%，所以整个高品地区的农业产值大概是全省所有的区里面是最高的。那重要成果方面，我们在水稻育种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早期只是注重粮食生产，所以其实我们育种的品种有53个品种，那保有完整记录的是有21个，现到是呢等到21个。其实在这里面，像高手128号，在尼泊尔曾经是一个很共鸣的一个等到品种。那粮食米品种高手139，在民国64年推广以后，一直是我们东部直贩米的一个主力品种，到现在农民他们还舍不得丢掉。那早熟品种高雄前一号、一西、一双，是现在全国这个一个这个发展地区来种植。那当然作物方面，对多作物多类作物的贡献，我想我们高雄县农业改良场是一个相当特色的一个地方，因为全省只有我们高雄县农业改良场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像大豆方面，从民国40年开始到83年，我们育种了13个品种。那毛豆76年才开始的，跟雅树中心合作育种高雄县1号，然后我们自己育种2号、3号、5号、6号、7号。这个刚刚副主任也提到，我们一年替这个政府赚取的外汇是大概15亿，这个比现在的这个赚的钱还多。那红豆，这个从57年到94年，我们一直告诉1、2、3、5、6、7、8，刚刚黄先生提到，我们这个红豆的品质是比任何的品种还要好。所以像玉米的这个边际型的，这个红豆的边际型的，这些花饼将没有用我们的这个红豆，它那个这个销路就是很贵，就是没有那么好。这个是我们值得骄傲。另外，
这个梅州方面，我们是在民国70年代获取，因为发展转型的关系，那梅州就慢慢这个兴起，这个我们转型开始做这个师范，还有国术方面、外国方面的研究。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在医药保险的这一块，现在非常幸运，大概占的面积没有我们这个高雄医药那么多。那截止高雄医药发号，也慢慢这个期待全都产生，因为这个算发号来讲，我们去年才提完，大概有100公顷多。那点湖是高雄医药，就至少这个高雄发号，这是我们这个品种。那刚刚副主委讲到，这2、3年来印度厂这个收益相当高，那花卉是3、3、1、5号，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品种改良。那代表技术方面，快几道几道增长的设施，就是灌排水的改良，还有刚刚这个胡厂长当时来办这样的工作。那多位职工代表技术方面，在大陆像我跟说机械化栽培。毛豆的机械化，因为像毛豆的机械化，假如没有这个机械化的话，那么我们毛豆的产业大概成本太高，我们被大陆来这个取代。好在我们有这个毛豆的机械这个采收机，那么从采收的现场到工厂到时间会缩短，所以它的品质会保持清晰。所以这个在品质方面我们就比这个大陆、泰国这个要好。那另外在红豆的不止地杂货栽培方面，它使用了很多这个工钱，对我们在座的退休员工，这个十几年前的他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红豆能够在靠北地区，甚至在南南地区能够继续发展，这个在成功方面是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那蔬菜方面，就是我们在温室园相关的医疗的代表技术，这个茄子，那然后建立夏季蔬菜检疫网这个生产模式，另外黄秀和的栽培和山竹蔬菜的开发，我们都做了一些工作。在花卉方面，早期我们在这马场部落有做采种的实验，那玫瑰花的冬季栽培，就是因为高平地区是高温，就是冬季是高温，所以唯一可以生产这个冬季玫瑰的一个地区。那冬季玫瑰这个在台中它不能生产，所以我们的产量这个跟品质都比它比较少。所以这农民正在在烟草在酒都有产销方在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另外浆果花、浆果还有很多这个种植的植物，另外我们在收集人参这个植物方面。像烟雾还有各种植物，还有这个秋海棠。另外在文献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那下面在这个水果方面，我当然是以莲雾、金黄芒果这个切盖，就是说果肉它会这个腐烂，这是因为切盖的原因。那印度岛早熟就是长期提早，所以我们用业界高官。还有我们辅导等有请业者的传销班，首次参加这个王师班，这个品质现在木材的品质会比较那么高，主要就是有首次代表，首次代表跟加王师代表。那林总是自己在前几年，因为这个价格不好，那么主要是他生产的产量就不高，集中在虾口，所以我们做长期调整，把成果的这个产量提高，这个在我们已经在配合。那第二暴力就是这个作物的一个提高方面。那在作物生物技术方面，我们是90年产的经验，生物技术研究室。那么现在我们建立了十道五年跟接触组织的再生系统，跟完整的活化花跟异油组织的幼盘。另外我们完整台湾的芝麻。2019年的 DNA 鉴定，所以这个可以在将来一种跟品种保护的一个辅导的一个工具。那加工方面，我们是88年才成立这个加工的处理研究室。在畜生的方面，像
芒果树，还有酒精花销方面，像我们那次酒上交所，还有基准钱，我们做出来的产品氛围都不错。那乳酸花销方面，我们希望说在后面的乳酸方面，我们能够做出这个产品。另外在保健食品方面，在剂型方面，现在在发展是剂型高，然后会父母的活动。那在作物环境管理方面，它主要是说配合我们这个作物方面的一个管理。像主要方面，在1958年到1972年，大概是18方的农作的规定管理为主。那么1973年就发展壮硕，所以杂粮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杂粮领域作物方面的这个规定管理变得比较重要。那在1977年到1971年，这个研究的重点是。纯粹以这个园艺作物为主，像作物营养成分及规备管理的技术，在盐务的切农，还有印度岛的切土，还有这个芒果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这个工作。另外在农系农业方面，还有微生物农业方面，土壤的肥力的调查跟品质监测，都做了一些工作。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这个游戏农业的研究。在1977年，因为我们这个农委会他开始要确定台湾这个推动这个游戏农业是否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当时是在我们青海会场设立了规划地来推动这个游戏农业。那么经过了这个14年，那我们的结论认为这个游戏农业它是有可行性。但是对这个作物方面，还有这个管理方面，我们要有另外一套的知识。所以，在这个增长的原因，再讲起来，就是它的地域改善，它土壤的变化精彩。我们假如到田间去的话，像螺蛳的这个试验点，跟这个化学肥料的试验点，你走在那个土壤上面，你就会感觉到它的弹性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明显，所以我们今年就去年把这个3公顷2亩这个农场在西南农场，把它变成一个生态的一个农场的一个实验室。那我们这个希望说，就是说不要喷农药，不要施化学肥料，利用我们这个生态的种不同的作物，还有这个。用生态的方法来管理，是否有这个可行性？只要这个实验成功的话，那就在全省来讲是第一个电子实验室。那么我们这2年的结果看起来好像是有这个可能性。那竹苗方面，早期在总讲讲的时候，对线虫方面是一个唯一台湾研究这个线虫的一个这个实验场。那另外在最近我们在长效性东方果实饮方面，我们发展了一个优沙星，这个优沙星是简单方便，而且它的优沙的效果比传统的增加在1.5到2倍，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明天加工，还有这个保量进行这个实验，只要成功的话就可以扩大的推广。在这个农业季节方面，我们的成果已经相当丰硕。像过去的多类的播种机，大部的播类机，它最成功的大概是一代式的多类莲藕收获机。这在过去台湾，就是说自己可以发展的莲藕收获机的是唯一的一部，所以当时得到省政府50万元的奖励，就。借这个基金，因为红豆它能够成功，也是靠这个基金。那另外，在国术的产出的粉碎机啊，土壤的育苗用土壤的粉碎机，还有这个插秧跟生长的收割机，这方面我们的配合也不错。那另外就是收获和处理跟加工的基金，像过去做芒果机要烧饼不容易。所以我们有芒果的烧饼机、切片机，那萝卜加工的机器，这个在这个项目一起来讲，
现在是一个休闲的食品，但是它没有这个机器，那我们发展这个萝卜的加工机器，它是全自动的一套，所以现在这个是它的卫生条件又好，速度又快，所以非常受到欢迎。等一下我们到现场有展示这些机器，那在印度找的加工啊、分析机器，这些都受到我们的欢迎。但从我过去的农业小厂来讲，主要过去是高粱、多花生、甘薯为主，但是现在慢慢它已经转到园艺作物。所以园艺作物主要是在这个嘉宝花，像这个我们有公母三号这个嘉宝花，它清脆皮又好，所以变成公母一个特产。另外在防控品方面，我们率先出椰子饼，所以在这个整个蒙古的农业生态来讲，是有相当大的一个这个改变。那农业贷款方面，我们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商业农社的广播的教授节目，退休的钟桂锦先生，他从1969年就开始播到现在。那另外一些推广的书刊啊，不打算下班，社会联盟。这个产品的分级包装，这个建立这个国产这个使用品牌，这方面我们来一直来进行。那对未来的展望来讲，我们虽然足够100年的长线，那我们期待再有一个100年的长线。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本团就是努力来建构成一个热带的农业的试验研究中心，我们一直更多的这样的开发更多的新技术来供农民来采用。另外就是配合屏东县这个农业生物技术园区的设立，因为我们厂就在这个园区的第一个技术的单位，所以将来我们在生物研究、生物技术的研究方面，我们要更加努力来创造更高价值的一个农业生产。另外就是我们希望说加强生态农业的推动，让农业成为多供多目标的一个多利产业。第五个就是说我们培育优秀的现代化农民，提升农业整体的竞争力，这是我们的期望。那我想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简单的跟各位长官、各位贵宾来报告我们过去100年到底我们在高品地区的农业发展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谢谢各位这个长官贵宾对我们这个指导，谢谢各位。李奏乐。李晨，请各位长官贵宾移驾至各展示场参观指导，并且请你们在12点的时候回到本会场，享用本场为各位长官贵宾所准备的佳肴美食。